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好，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两位选手。红方选手大家比较熟悉了，来自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的王志伟。蓝方选手来自西班牙的约瑟罗曼。好，这个蓝方约瑟罗曼，他来自于这个 Pons Team， 17岁就跟着拳王教练 Antonio Pons 到现在，就是目前台下的教练 Antonio Pons。 那教练呢，他的把拿得非常好，非常灵活，所以你各种角度的身法，各种线路的拳腿都可以练得到。哎呦，这个拿把的也特别重要，是在你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有的拿把就拿得很死，上手是没用的。但那个他的教练拿把是拿非常活的，但是遇到这个王志伟更活。而且王志伟今年的状况还不错，又骑两次在日本的比赛，表现相当出色。像是之前在中日7-7的对抗中，这个王志伟面对人高马大的瓦田修二，3回合下来以场面优势获得判定胜。然后9月呢，朱帅受伤嘛，日本人要挑战朱帅，朱帅受伤没办法挺身而出，王志伟就用跳膝解决对手了，结果啊有点双手去摸到对方的头，裁判把这个胜利判给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王志伟是武林风新人王啊，然后一路走来，就像刚才老师讲的，今年成绩非常的不错。是。随着一场一场这个比赛的经验的积累，以及运动员这个成熟的程度，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就特别需要一条金腰带来证明自己。对的。所以对于这个金腰带的挑战资格赛，大家也都是会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的。是的。那之前王志伟也曾经跟这个目前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拥有者沃斯奇打过啊，那时候是打输沃斯奇，因为呢这个王志伟打一拳对手都还他3拳了，所以攻击密度是有差的。那今年呢，其实在这个挑战赛的当时呢，其实也遇到这个方飞达，所以今天呢王志伟如果晋级之后呢，他还要遇到一个强敌方飞达。那首先是方飞达得战胜来自泰国的这个亚坤鹏。是。好，来到场上来，这个王志伟的戏法，裁判还没来，轻轻打了2下头。我们从这个两位的战绩上来看哈，相差不大。王志伟是31胜11负，8次 KO 对手的战绩。约瑟罗曼是33胜9负，3平，15次 KO 对手。那再从两位的这个优劣势上，蔡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哈，这场比赛两位都需要去做些什么。其实在体型上是王志伟比较有优势，所以看得很明显，王志伟就用体型跟身高臂展的优势压制这个约瑟罗曼，所以今天这个约瑟罗曼打得并没有那么的顺。那约瑟罗曼他有什么样的杀手锏，或者说一招制敌的这个武器没有？他的腿法很快很重，而且连着来，可是呢遇到你看王志伟一直压制他，根本没有机会出腿啊。你看王志伟攻势相当的积极。对，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了。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赛前王志伟就已经研究过约瑟罗曼，他说这个对方的节奏比较快，但是力量不大，所以呢我就是要压进去打，所以看得出来目前的这个策略是没有错的。对，压进去对手都只能出力防守啊。所以其实对手就是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压迫性，没办法出动作。哇，但这个跳膝王志伟是不会怕的。
那就这个抗击打跟抗压力方面呢、啊，这个你的约瑟罗曼就差了沃茨奇很多了。沃茨奇像面对这种王志伟这种拼命的主动进攻，他是不会怕的。啊，所以这个选手的抗压性，还有抗击打的一个差异。对。你看，哇，出一脚就赶快跑，你看。这个典型就是害怕，而且出腿他重心都是往后偏的，腿出到一半就想跑。从这个选手的眼神跟他重心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一个意志力跟他的一个斗志。对。那王志伟就是很放松。哇，这个战术啊，完全是压制了目前的约瑟罗曼，看起来约瑟罗曼还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虽然赛前这个约瑟罗曼也把这个你的拳王泰森的这个视频拿出来又看了又看看，但好像没有用，他跟这个拳王泰森的这个身材也差太多了，威力也差太多了。其实他还是应该多研究一下王志伟，我觉得才对。是，其实很多老外运动员呢、啊、都不太喜欢研究我们中方的选手，他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中方运动员的水平这个提升的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来了就知道了，连伊利亚斯布莱德都已经知道了。对。好，今天看起来我们的王志伟胸有成竹啊！哎呦，哇，有踢到啊，这个很清脆的一声啊，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虽然王志伟有躲开，可是呢，这个你的约瑟罗曼在空中我延展了他一个腿的距离。对。我感觉这个扫踢蛮险的。哦，又再来一次。那天王志伟学乖了，看得更清楚。好，十秒。是。那第二回合看起来又是给王志伟给拿下来了。哎，有没有机会？哇！但是到了这个围绳角上之后，约瑟罗曼的他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哈、啊。那王志伟比较可惜，他的左右连拳呢、啊、是用推的，他的一个渗透力、这个贯穿力还不够，后续可以再琢磨一下。对。湖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五连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回顾一下这个王志伟在日本那个漂亮的 KO 啊，就是以后低扫打头及附加顶膝四个动作一气呵成，那希望今天也能再看到那个美技。他又来了，上次也是这样过来，然后王志伟就打对方一顿了。王志伟越打越顺了哦。哇，我们也清晰地听到这个约瑟罗曼的教练不停地在有指令哈。是，那没办法啊，体型的差距啊、哦，还有力量上的差距。哦，双方对拼了一拳。现在看起来状况还是在这个王志伟掌控当中。约瑟罗曼还是有一些不够那么的坚定哈、啊，是，看他的动作出来，明显能感觉到没有那么的坚决。因为这个很现实的，有时候场上啊，这个一对拼，第一波遭遇之后就心里就底了。知道对手的这个对水平在哪里？是哇，倒了哇，
是从第一次遭遇就已经知道了，对，一碰手就知道这个力量的悬殊。对，太漂亮了。好，王志伟给了对手一个强制顶鸟，再来。哦，成名技，又到角落了，危险。来，好，两次。读完，因为呢，待会还有一场两次。在我们这个规则当中，一局出现两次强制读秒的话，就判对方获胜了。是。哦，再来。哦。哇。后半拳好重啊！一鼓作气。其实你看是擦过而已，可是这个力量就很大，受不了。力量很大，对。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1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